大家好，这集视频分享如何在 YouTube 使用单曲循环，方法非常简单。首先，先打开 YouTube， 然后打开要循环的视频，比如说打开这个视频，点开后视频就会开始播放了。如果要循环这个视频的话，点击这个，启用后你会看到这个图标出现数字一，这就代表视频将会循环播放。我尝试将视频拉到播放结尾，视频播放完毕后就会自动重播了。看吧，循环重播了。如果不要循环的话，再点一下循环键就可以了，数字一消失就代表不循环播放了。好了，方法就是那么简单，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。喜欢这类型视频，记得订阅给赞哦。